三，小雨太猛了啦！哎，小雨，你要小心你的牌会被抽走。你这边很危险哦。啊，就水水。哎，等一下，剩十一哦，我们等一下变最小颗了，有没有？最小颗的吗？小颗很难拿哎。来，大颗都进来这么好点的。再喜欢谁？换手。我操哎，比较显眼，来 ，Chu， 来，假的啊，来 Chu， 你要回来啊，会回来，上这边，好，一三，我要打错，不好意思，怎么还是可以这样点的？不行啊，好，我猜干嘛？你听我解释，他真的太难，他太小。你的牌比方块大啊，他是腿短，不是脚短，脚短就不行，不行啊，不行的哦。好，来一，我突然觉得我的名字取得好棒。Yes， 我还没说，还没三呐，你干什么？可以哦，来，多来啊，少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不能抢啊，我不能抢啊，我是裁判啊。你的手，一、二、二点九、三。小雨太会了啦，好猛哦！脚短，脚短哎！啊，脚短，脚短啊！太错了！哎，你好，很高兴。哎，少，哎，一二三。哇，小雨的魔咒啊！脚短，哇，三张脚短了哎、欸！哇塞，哇，我已经不知道停留在几百年脚短了。换我吗？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对，换杰克，换杰克。我玩了快一小时哎、欸！哇！又哇塞！突然刚也觉得好突然，我竟然抢到了，我好开心！抢到这些，哎，跟你抢哎、欸，你直接拿走。抢到瞬间，哎、欸，我有听到、哦，没有他讲，哎、欸，我刚刚真的很困惑了。哎呀，三，哎，又一张，哇哇，腿还是脚呢？脚，脚啊！哎呀，等一下啦，怎么把他抽进去了？等一下，他跑上来了啦。拿回去，拿回去。好，换你翻牌，换我。哎。我刚脑海不知道为什么跑出法家。三，没点到，哎，小雨33张哎，我的天啊！没有，现在只是暖身而已。你还要再一落吗？没有，暖身玩下一场游戏。好累哦！下一个，秒哈吧，秒哈，哎，走开！走啦，你每次都这样。走开！好翻，
他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好久以前，我想起来了，叫什么？哎。哈哈哈哈哈！偷牌喽！他是肥皂啊，开始狂敲。哎，肥皂还是香皂？没有肥皂，肥皂，肥皂，肥皂。我知道我。但我发现了游戏诀窍，待会就这样子拉过。哦，对，往小雨这边拉就好了。偷拿牌啊，偷拿牌。往小雨那边拉牌。我就往这边拉。来喽。嗯。哦，小雨这边，小雨这边。哇！哇塞！哇塞！好，还是等一下，我刚刚是讲错，我讲错了。啊！哦，火不是火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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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另一个，另一个，是另一个，另一个，另一个。下个头啊！好，杰克。是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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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是啊，是火腿啊，火腿吧？是火腿吗？火腿啊，是火腿。另外一个胶比较细。你是被反脚比较细啊？对啊，这是火腿啊，火腿啊，还是你要给我也没关系啦。记得不是火腿啦，培根，你是火腿跟培根搞错啦。你是被繁星讲培根搞混的啦，我被培根搞错了，没有培根啦，拿走拿走拿走。啊，醉了。我加的啊！月饼，谢谢。哇，这样子的。你直接丢牌了！三次丢三！小雨太会抢了吧！太会了啦！超会耶！猛点猛点啊！真的累了，需要去个厕所了。去厕所吧！哇，已经9:30了耶，我们还可以干嘛？哎，我们要回去大乱斗吗？他可以了，我看都打开了，刚好，他好了，他好了，好，回去。对啊，是好累哦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就是暖身，为了打大乱斗。对，我们已经暖身。暖手，暖手。我已经没力了，我的手汗好多。你们怎么害我的啊？我觉得那个真的要找一个就是抢牌的方法，叮咚、那個、那种的。对，那个，因为我刚刚看没有那个叮咚的东西。对。啊。可是这些而且好好笑。发手有没有每个音调不一样？而且要是那个系统可以判断说谁第一个按到，对啊，之后再研究啊。可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笑的。啊，我好累哦，中间抢的太刺激了啦。我以为这是脑子在累，结果从头到尾都是手在累啊。真的，感谢专界。啊，这个游戏，我等下大乱斗可能不会动了。好。嗯。Custom， 这里 Custom， 我大乱斗怎么要截取到？那这样下礼拜还要玩这个吗 ？Custom 都可以啊，就是看玩什么啊，玩什么？看有没有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可，如果没其他可以玩，就玩这个啊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，我刚加入，不好意思。我刚才 ESD 掉了，不是，刚才杰克给了房名，然后进来以后我变房主，我就来了，救命！哎、欸，他角色换了耶，那我就去当这一只啦，好开心啊！有新增一只，他有多一只、啊，不是不是，因为、那個、不是啊，他上次玩的角色。对，因为那个他们有买 DLC， 那所以他会他免费角色是轮流的。哎，又被喵哈玩到了上次玩到的那只角色，真好啊！那我还在想说我要变新角色啦，没有啊，大乱斗，换大乱斗，啊，要换大乱斗，哎呀，忘记好累啊！我天啊，我现在手刚刚整个是麻的，你知道吗？按到麻哎。桌游不是动脑的游戏吗？怎么是动手的游戏啊？那我要在哪里打那个？第三个寻找救援房间吧。你可以按那个隐藏房号。记得他要隐藏。不是我说我要在哪里搜寻？不用啊，第救援啊，第三个里面有个救援。救援论。第三个里面有一个救援。Uber。啊，这是什么 Counter Game 论那个？等一下，应该什么 Join 的吧？你忘了怎么玩 ？Join Online。对，嗯，
我觉得杰不是啊，我没有玩过啊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加。你按那个第三个有一个 join game， 然后输入名那个杰克打在 DC 的，但是会看到，所以画面要遮一下。那个勾勾打勾好像是咪咪咪了吧？对啊，打勾咪咪咪。有吗？第三个有没有一个 join game？ 没有，没有主选，但是先你要先选 custom。custom 第三个啊，对，然后才是 join game， 还是、你是要过新手任务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会是要过新手任务吧？有可能哦。我现在正在开小雨的画面，来看一下画面到底长什么样。哎、有开画面吗？你是开错游戏了啦？是吗？不是这个吗？看到 Pro Force 啊、欸，我们是 Pro Hard 啦啦。完全不懂游戏，开错游戏啦！完全不懂游戏，我的天！什么游戏啊？剪精华了，谁知道啊？小雨，我刚刚就想说，奇怪了，有要先按到什么 cast 吗？我就记得是先按第三个就好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玩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小雨，等下可以跟你要记录档吗？不要，你们好烦。我想看的。所以小雨要下载吗？我看一下，他这个载还蛮快的，很快啊，三百免费的啊。嗯，执行游戏，相信你是新手了，相信你是新手了，很好很好。不是，我就不知道是哪一款。对啊，是大乱斗，免费的。哦。Custom game， 待会应该那个有玩过大乱斗的人会很痛苦，因为按键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有音润是不是？手团，对，然后那个记得遮一下。泰德，对，先勾。有了。You。然后你应该是有眼角啊，如果你要全解锁的话，就氪下去了，点点钱钱就要氪金了。要先截个画面，陪哦，想说先截个锁，截个锁，截个锁，不是啦，截画面啦。我是觉得可以买的，好烂哦，还有什么卡？不用刷哦，那个PayPal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来选个角色吧。他角色下面有那个能力值，你要一直玩。能力值已经完全被那个聊天视窗。好，你就大概参考一下，大概就是速度比较快，力量比较痛之类的。反正就是攻击、防御、攻速、跑速。他的按键跟大乱斗不用不用赢啊，但是玩就好。上下左右D X。感谢超级留言，给小雨练一下吧。上下左右什么 X？ 列克斯 Z。哦，你要用键盘的、哦。对啊。哇，不要哦，建议不要哦，你的背会很痛。建议你用摇杆哦。你的手背会很痛。装一下摇杆哦。嗯。小雨，我还是用键盘的、啊。小雨又帮我们争取了五分钟。又混了。六分钟。哦，有了。啊！等你玩到后面，手背会很痛、哦。为什么手背会很痛？因为你按来按去，你后面的筋会一直拉。哦，好。哇，它绿绿的，好饿。它可以换颜色，还有蓝色，你不用紧张、嗯。哦，有哎。它也不叫马里奥大乱斗，它叫全明星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他、是叫全明星大乱斗，他不止马里奥 啊。对啊、嗯，只是最著名，就是最让大家知道的，就任天堂大乱斗 啊。哦，嗯，有个妹妹让我们打、哦，任天堂大乱斗，地雷妹哦，有个妹妹让我们打哦，那、就给他练习吧，先进去先给他练一下哦。嗯，怎么是这边？怎么这个？啊，投票啊，骰子啊，投票啊，选那个平台不更好吗？随便乱选啊！这张 Bigger Greater Quabble， 反正就一样嘛。你一打到后面，就是你击飞值会很高。
我在哪里啊？哦，那这是第二荡勾拳，然后上面有武器可以捡，按 C 可以捡啊！你不要跟我们讲键盘，就这你用键盘。好，我是异类好不好？我一直按到大乱斗的跳啦！有人拿了武器就跳下去了啦！啊、哇！我一直按错键。不要偷打，不要偷打哦，还没好哦。小雨还在练哦，不要偷打哦，不要打妹妹哦。哎呦，妹妹刚刚打我打得很开心啊！哎，啊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反正大乱斗都乱打，没差。好，不要打了啊！这游戏声有点大声耶，我可以调一下。有很大声，大声，有点大。